我非常推崇极简理念，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人天生就是懒惰的，内心世界想要寻求简单的，所以呢，每天和我们朝夕相处12个小时的环境，我们更希望它是简单、放松、自由的。今天就来带大家学习一下极简搭配的核心要点。第一，浅色递进，墙面白色，地面灰白色，主沙发米白色，相对大面积的单品我们用浅色，同时让这几个色彩有一个相对缓慢的递进关系。这样做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空间显得干净清爽又安静祥和。第二，暖色叠加，相对克制的色彩关系，用力过头呢就容易显得高冷有距离感，那么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木纹，比如说楼梯、柜子、地板，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厚重油润质感的暖色木纹，增加空间温馨感的同时还能提升空间的质感。第三，深色托底，浅色暖色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，那就是相对的喧闹和单薄，因此我们要加入一点深色，比如黑色的灯具或者休闲椅，这样就能让空间看得更稳重大气。希望对你有启发，关注有样美学，让家变美不再难。